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定伟。我们今天呢要玩这个，很像是一个僵尸游戏，我不知道是名字叫什么。我们直接先去开始吧。哎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攻击了？因为我这是第一次玩的，我之前有拍过，因为我只是想拍一拍。诶，这些是 NPC 吗？好像不是诶，很吵哦。Oh my god！原来是你，有没有多深哦？好哦，等一下，这里应该哦有肉诶，这个肉有点可可一点。你看这个龙，我叫什么谁？有僵尸了！Oh my god，这个也太恐怖了吧！哇，这个一大堆，而且还有红眼睛，哇，这红眼睛有什么？然后这是你就是一般的装修，炸的装修，然后这个就是不是被感染的装修，这里也有红眼睛，红眼睛一直在抖，刚刚看到，等一下，这里是人吗？哦，这不是人，外面呢？怎么可以从这里哦？所以我们要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现在。就等，我们先直接跳过吧。啊，现在我想到一个事情，原来这里可以换呐，而且可以换成不同的，斧头跟，这是 hammer 吗？然后，你这个好像需要干一样的，霰弹枪。我就买个，哎，还有小枪。我们好像是本来是用这个，我要先换成这个，因为我这个很久没有玩了，所以我换成小枪了。我们继续再跳过一下喽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个红眼睛哦，它血很少，但是。嗨，如果你被抓了，你会瞬间去死。还有一些僵尸嘞，他也会抓住，但是有两只你就会死，一只他不会死的。哇，也太恐怖了吧！好恐怖哦！现在怎么去哪里？我们现在是这个，然后进，地下室，我操，有人死了，是结束了吧？我们先跳过一下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既然是跳过了，很多人说要选这个，那我选这个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先弄。OK，现在我变了，我就是应该有，让我看看他们。然后我目前是用小枪，要我选，所以我用小枪。这里刚才是火枪，吓死人！然后呢，这个旁边红色的是，好像会很厉害。吓我什么？为什么我的枪在这里？完了。这我们应该逃离这个火堆。我们要活下去。这些僵尸是没有定位炸弹的。那你，哎，那你，哎呀，想不到，
拿，然后拿枕头。OK， 然后很多人说从这里走。哦呦呦！哦，这些僵尸是死的。然后我们要放在这里，我看来是放好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先跳过吧。OK， 现在我们回来了。现在这里，我们是在目前要爬要去哪去的？这里应该是下一个难度。这次应该不会在哪？所以我这个还在等我。Oh my god！ 残！我操！哎呦，我刀哟！他怎么死？怎么来不是？是啊，干嘛不是？啊！我们要在这里拿东西了。这个也需要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有点怕，我可是有点怕，你们不要吓我。是啊，你是不是一个人精病啊？我去补个子弹。Fire 啊，对呀，射。也可以拿，找不着，啊不要不要不要这个，我是用手是模拟器啊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一点点，啊很好。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吧。这个很重，我现在死了。哎，这里太难了，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开。真的有人在死了，哦 shit， 好可怜啊！还有一位，还有几个人，是你，他们都在，小心！哦哦，你是有事？哦哦，是。真的有人死到了，我们今天要换个，这次不去这个，我们今天去这个。这个看来蛮恐怖的地方，我们现在跳过吧。哦，我们现在来到超级冷的地方。哎，这个地方有一个，很恐怖。哦。
你怎么弄？我们家，好冷哦！不，如果我在这里的地方哦，我这里就会冷。Holy shit！ 有人，喂喂喂喂喂，救命！救命！哎，大家救我一下！去死！怎么拿那木头了？我想拿哪看呢？他们从哪里拿？拿的，是补个死东西。OK， 跳过吧。可惨我死了，因为这个地方超级难。我这次，我应该要换这个了。怎么多了还是选这个？我到底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这个的。那么多喜欢吗？不，就换了吧。诶，我说了，忘记了。我们先跳过一下。OK， 我又来了。我说这好奇怪的不错，冲啊，大哥们！拿，你给是拿掉。拿掉。请跳过。目前我玩这个游戏是完全活不下来。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。我们下次再见玩这个游戏咯，我下次还会再拍的。OK， 再见，拜拜。